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倒是有件事可以帮忙。请这时候不是跟你提过欧洲服装品牌的代理权吗？银行已经批准我的贷款了，不过他们还需要一个担保人。你不是说你叔叔会担保的吗？是啊，他是答应了，不过现在人在外国，赶不及回来。你申请的贷款数额是多少？30万。子鹏啊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只是我能力有限。我本来也不想跟你开口的，不过这是银行的手续，他们需要一个担保人签名才敢批准。可是30万。其实我这间公寓也不止30万，你不用怕我跑路。如果这里有什么事发生的话，我会卖掉这间公寓，不会牵连到你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要抵押房子呢？当初我是以代理服装品牌的名义来申请贷款的，他们没有要求我抵押房子，我以为他们批准了，没想到他们需要一个担保人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当过担保人，难免会小心一点。你不要担心，这是暂时性的，等我叔叔一回来，我就把你担保人的名字换成我叔叔的。可惜我现在行动不方便，不然的话我可以找我其他朋友帮忙。我已经辛苦争取那么久，我不想那么容易放弃。好吧，我帮你。陶小姐，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，请在这里签个名。你不会害我。